又来追求兄弟的姐姐了。哎，美女，这下了班以后不回家看什么呢？这，哎，你说你以后老了以后，是不是也像他们一样，天天在这儿蹦蹦蹦啊？那我是专业的，我肯定是专业队的。那你去跳一个试试，我看你专不专业。是是是。这么专业。快走吧你啊。哎，大姐，你刚才刚从老年队过来，你这又跑到少年队来了，你这转变思路挺快的呀。啊，我现在忙滑旱冰呢。是吧？嗯，小时候也特想。那你会滑吗？不会。不会啊，那我也不会。哎，突然间想到一个问题，那个你是喜欢男孩还是喜欢女孩啊？都不喜欢。啊，不是，你说正经的，你好歹选一个呀。选吧，你这天聊死了你。我选呀，只要是跟你一起生的我都喜欢。得了吧。哎，你说要是咱俩生的话，最好生一男一女最好了。男孩呢像我一样帅，女孩呢像你一样漂亮。不对不对不对，我觉得吧，男孩应该像你，像你一样温柔不发脾气，像我平常就愿意拉发脾气。哎，停停停停停，谁要给你生孩子呀？你想得可美了。